终于我找到了你，像透明的雨滴洒落心底，终于我拥有了你，如梦中的气息吸引不离，那是最美的记忆。你送我的平安紧握在手心里，让时光停在这里，神采飞扬的你，你就是我去坐飞机。坐飞机？来得及，来得及，能赶上啊！我们收拾一下，马上出。我去。爸爸，我提前帮你把头发梳好了。袁英。爸爸给你商量个事儿，以后能不能别再看他了，别看他了，行吗？爸爸告诉你，到了珠海以后一定得听爸爸话，不许胡闹。去珠海干什么？你不是哭着喊着不要去珠海滩大鲨鱼吗？嗯。还有，你能不能别老带你这什么佩奇的？爸爸，你说错了，你要向他道歉。他叫乔治。乔治先生，对不起，到了珠海让你喂鲨鱼，快点吧，赶不上飞机了。
带你去看大鲸鱼。哇，好漂亮！要跟着爸爸。请抓好扶手，脚下安全。人一。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先生，您先不要着急。我女儿丢了，我能不着急吗？她才五岁。您再等一等。警察同志，我女儿丢了，麻烦您帮我找找。啊，您先别着急，情况跟我说一下。哦，是这样啊，我刚才坐在这显示屏下面，一回身，女儿就不见了。怎么了，小朋友？我爸爸丢了。小朋友，你跟姐姐说你爸爸怎么丢了？爸爸带着我和乔治去看鲸鱼，可是我找不到他了。姐姐，你也有乔治。对啊，那姐姐和乔治陪着你去找爸爸好不好？好。没有啊！仔细找找。不是，警察同志啊，你说这儿这么多个监控，找个人如同大海捞针，你说我女儿不会让人拐卖了吧？先生，你先别着急，只要你女儿在机场，就一定能找着。你再仔细看看这些监控画面啊，看一看。你看看那个，看看那个里面是不是？哎，同志，把那个图放大一下。没错。那是我女儿唯一啊，就她是吧？姐姐，这是乔治爸爸，那这就是乔治宝宝。嗯，姐姐，爸爸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没关系啊，反正姐姐陪着你呢，姐姐在这儿等，说不定爸爸一会儿就出现了。姐姐把这个乔治宝宝送给你，好不好？乔治爸爸和乔治宝宝要在一起。林毅，爸爸，林毅啊，你跑哪儿去了？你急死爸爸了，你知不知道啊？你完了啊！你说你年纪轻轻，长得也挺漂亮的，干点什么不好？你非干这事儿？可能是误会了，我刚下飞机，刚到上海，我先看。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什么意思？你看看你拿的是什么，我拿的是什么啊？这是佩奇，这是变相拐卖人口，知道吗？爸爸，这是乔治。呀，不管什么治，就得治他。警察同志，你好好查查这个人，说不定还能破坏一个倒卖人口的团伙呢。哎哎哎！你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说不清楚了，是不是？哎，打住打住！哎，你别拍，什么干不成干什么？别紧张，我留个底，放心，我会持续关注你的。你说这做坏人能有好吗？又不行，来不及了，我们赶飞机，他就交给您了，快走。哎，
你别走，你把话说清楚，你什么意思？您先别激动，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警察叔叔，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我刚下飞机，我三年没回国了。我是从东京来上海找人的。我刚才看见小姑娘在那儿一个人哭，我看得可怜，我就问了一个前因后果。我想着在这陪着她，等着她家长过来呢。她诬陷我，我真不是坏人。您先不要激动，父亲丢了孩子，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还要麻烦您跟我去做个笔录。你们每天这么忙，一天打几份工啊？忙点不好吗？多打几份工，省得没事撑着谈恋爱。哎呦，我看他要不谈恋爱，你更着急啊！啊，不可能，反正不能见到面就是在。我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配得上我们家小兰。不会吧？我看那个周志伟不错啊，又是东大的博士。你最近怎么了？只是蓄意跟小潘过不去是吧？不，你有没有规矩啊？啊你知道不知道谁是老板，谁是雇员？想仗势欺人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啊，跟老板说话，我也要坚持说真话。老板，你看到护照了吗？什么护照？是什么什么护照？我的护照。护照就在放护照的抽屉里。没有啊。不，你要护照干什么？我咖啡馆老板让我登记一下。你先别问了，我还得去上班呢。你上来帮我找一下啊。护士，你帮他看一下，快点。我马上。我前两天看你的护照在身上吗？去，人去，别胡说，是不是？我料事如神，他想跟老爸玩先斩后奏，没好端端的拿护照干什么呀？不是就想偷偷登记结婚吗？哪那么容易？护照24小时在身上。那呀呀，这不是在这不是，这是我的。不是，那我的护照在，你的护照怎么可能不在呢？对啊，那咱们俩以前护照不都是放那儿的吗？真没有哎。奇怪了，这护照也不长腿儿，怎么可能呢？啊？我前两天我还看见了呢。你是不是把我护照藏起来了？我藏你护照干什么？惊喜，是吧？你有问题，让我翻译一下。哎，别！哎呀，我有什么问题？让我翻译一下，你跑什么呀？你别心虚，来！哎呀，我真的我没有藏你。那你没有藏，让我翻译一下，你别心虚。你没有的，我没有啊，我这是不是？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不上班了？啊！我的天哪！你赶快，你滚！哎！等！哎呀，别急，闺女啊！哎呀，老爸替你找，快！不用找吗？
ですよ。これは桂由美さんがデザインした中国ウェディングレスで、この店で一番高いです。这还是算了吧，すみません。不，就这套，好看。可是，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很多，现在这么奢侈干嘛？可我结婚就跟你这一次啊，我虽然不能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但最起码，我得让你漂漂亮亮的呀。カメラさんの料金も含めて100万円でございます。这有点超过我的预算了。もしかしてあのカメラさんはいらないあのドレスしかでいいいいですか？30万ぐらいいいですか？三十万也不便宜啊。どうぞ。你穿着确实好看。賠償金200万円でございます。200万円で？そうなんです。約金は30万円、あの保証金はまだ100万、なんで200万円？すいません、あのサインする前によく見て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もしダメージがあれば賠償金は保証金の2倍です。そして保証金は返せない。お前らがいい加減にして。すいません、明日午前12時までお金を用意してください。1日遅れれば10万円になります。一言难尽。完了完了，怎么办呢，志伟？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200万日元，先想借钱的事儿吧。你根本不知道在日本借钱有多难，没有人会借给我们的。滞纳金10万一天，那能怎么办呀？你先别着急，我去借大头，你能借多少是多少，打电话分头联系啊。すいません、
今月分の給料先にもらえますか？給料は月末払いでしょ？わかりました。哎，王哥，我小周啊。对，我之前在您餐馆工作过，我想管您借点钱。哎，外哥，我想管您借点钱。哦，五万，您帮个忙吧，我这边真挺着急的。小潘，你知道日元上面的1000元和5000元那两个人是谁吗？不知道。一个是非常有名的生物学家，一个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他们俩有一共同点，就是在生前的时候都非常穷困潦倒，干过很多杂活。你说多有意思啊！生前穷困潦倒，没想到死了以后却被印在日本的钞票上，而且所有人都喜欢他们。是啊，真是讽刺。也许这只能说明有钱跟幸福并不相关。生活没有一帆风顺的，等遇到事儿的时候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照单全收了。进来吧。志伟呢？周志伟啊，他突然搬走了。搬走了？是啊，昨天晚上呀，在面店忙到一半就突然走了，搞得我们忙成一团。再后来回来的时候，人没在，东西也没在。你看看吧。那你知道他搬哪儿了吗？这我不知道呀，管理员说他退租了。はい、どうぞ。川村さん。はい。今日週は来ましたか？俺も探しているところだ。でも連絡は取れなかった。寮には行ったけどいなかったし、荷物もなくなってて携帯もつながりません。あ、そうだ。今日朝次元室来た時これがあった。何ですかこれ？なんでこれを書いたんですか？多分ちょっと出かけたんじゃなくて出て行っちまったんだ。ありえない。何も言わずに行くなんて。さあ。どこにいたのでしょう。散落在空气中的吻，还记得多少温存？失去时拥有风，遇见了我们的。伤痕，面对面梦里的时光，醒来是夜晚的清晨。他们说，在彩虹桥下接吻的恋人，永远都不会分开。你信吗？似水流年的爱，听不懂飘。水流年的情，掌心里难舍的曾经，似水流年的爱，轮回才是他的永恒，漫天沉默的心动，是我们相识的年轻。
对不起，小潘。如果两年以后我发财了，我会带着钱来娶你。如果没有，就请永远忘掉我吧。还记得多少温存，失去时拥有的风。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潘潘，潘潘，你怎么了你？哎呦，你这一宿不回了，你把。潘潘，怎么了？来，快坐，关叔，快来！怎么了？对不起，小潘，两年后如果发财，我会带着钱来娶你；如果没有，就请你永远忘掉我。邹志伟，王八蛋！我饶不了他！不要！你撒手！哎，回来！你看吧，我老爸怎么跟你说？说多少遍呀？咱们必须要先甩了他，不要等人家甩了咱们。咱们现在都被……李小班さん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私ですけど。何をする？私どもは。ウェディングドレス店のものです。ご注文の品の代金210万円の支払い期日が過ぎて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失礼。这是黑社会来要债的。潘潘怎么了？潘潘，你在外边干什么了？啊，干什么了你？不就200万吗？哎，去200万，你小子给吓跑了，就是个混蛋。妈，不会被吓跑的，他肯定出什么事儿。除非他死了，我才不骂他。垃圾，渣男。早就看出你不是好东西，他就是王洪阳重演，唯利是图。阿姨，你别说了，他才不会是我妈呢。他都失火了，失火了！峰哥，哪儿啊？失火了！哪失火了？失火了！里面，哪儿啊？里面，里面。你耍我？我不把你给叫下来，你在那边一直说小贩，会把他给逼死的，你知道吗？他妈把我给逼死了。什么？他平常跟你吵架是伶牙俐齿，你刚刚他什么样子你没看到吗？啊，那眼神涣散，脸色发白，肯定受了很大的刺激。你还在旁边说。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啊，谈恋爱失败，结果他爸就在旁边一直说到最后，他自杀了。死了，那还不死啊？小潘他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你在旁边没完没了的说，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まだ営業しておりませんが。哎呦呦呦！这小胖妈，我还以为是什么急用小百合、收买妻子呢。公叔，谁让你来的？是你让他来的？見て、林さん。相変わらずね、話し方も全然変わらない。说中国话，别假装日本人。哎呀，都快50岁的人了，不要一讲话就这么哇啦哇啦的，容易得高血压。你管你屁事！没事，别来钱了，走啊，该干饭了。对，买卖不成仁义在嘛。别，一夜夫妻百日恩，是不是？哎，你也好不容易来一趟，别，坐，我给你倒杯茶。等我。
这我跟你算账，你等着。就是嘛，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小盼都23岁了，干什么呀？这老脾气都……你还好意思说呀？这23年你管个小盼吗？我没管过他，他怎么来的日本？你别忘了，你们当初来日本可是我想尽了办法才把你们办出来的。 不愿意，你这本来啊，我和小盼在国内过得好好的，你没事哭着喊着非让我们来，谁想让来日本啊？你都来，你来都来了，你说这些有意思吗？你来干什么？呀，小盼，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呀？啊？失恋了不行吗？没事，失恋也不是什么坏事，可以让你。 远离错误的选择，离正确的人生更近一步。没事啊，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怎么这么管孩子了？你哎，你说这话，你什么意思啊？我没管过他吗？他小时候我们一把屎一把尿吗？他上学放学我没有接送过他吗？就算我后来我再婚，我对不起你们。你们也不管，啊，你那叫抛弃孩子。 欺骗那个人，说你没生过孩子，没结过婚，没生过孩子。你听见我说了吗？变了。哎呀，好了，别吵了。小盼，我是昨天晚上很晚接到光叔的电话，本来我今天我现在就应该去机场接我老公的，但是我还是顺便来看看你，我想看看你到底怎么样了。 不需要你看啊，你要机场接你老公啊，去吧，赶快去走吧，去接你老公啊！拿着，200万。哎呀，总算掏钱出来了。不就200万吗？你们到时候还我就行了。 小盼，我正要找你呢。怎么，你有周志伟线索了吗？有线索。我这两天仔细回想了一下，周志伟他失踪的前一个晚上，刚过来的时候好像是有点不高兴，但在我看来啊，就是有一点沮丧。最终让他情绪崩溃的呀，是一个电话，好像是他妈妈打来的。你有听见他们说什么吗？这个没有。谢谢。 阿根，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周志伟他回国了，他回上海了？回国？我想有这个可能。林小盼，看着我。你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看不明白，你是不是蠢啊？你被甩了？你还找个屁呀？他说过他永远不会离开我的，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这话你也信？我跟你说啊，男人跟女人的大脑根本就是两种构造。 你说他如果真的爱你，他会把你搁这儿让你找不着他吗？会，会什么呀？他不辞而别，一定有他说不出口的原因。什么原因不原因的？林小盼，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听好了，他离开你只有两个原因：一，他没有那么爱你；二，他不想承担赔偿婚纱的责任。这就是个渣男，你赶紧清醒清醒吧！哎呦，我不听，你什么渣男？哎。 我瞒着我爸漂洋过海跨国回来找我的爱情，你一句我被甩了，你就把我打发了。我告诉你，我不需要别人相信他，因为别人不爱他，我爱他。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那也得是我。今天课也白上了，行了吧，跟我回家吧。我不想跟你回家。那你要干嘛？
小盼，你这就是妙手神厨啊！我估计呀，你平时也不好好吃早餐，既然我助你这儿了，我就得给你这个中年危机人士好好补充补充营养。你还挺像田螺姑娘的，能不能帮呀你？没有意见呀。那我这算不算是找到工作了？包吃包住呢。哎，你今天打算干点什么？我想去一趟朱家角。啊？ 找一下周志伟的爸妈。我没听错吧？你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家电话，也不知道具体住哪儿，我就知道在那个古镇北大街上。去碰碰运气。但你要是去了，他爸妈真知道周志伟为什么失踪，多尴尬呀！那如果不知道，你不是白去了吗？可是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呀，我总得给自己点希望吧。 我第一次有一种搞不懂你们九五后脑回路的感觉。你不要把自己说的跟老阿姨似的，反正我吃完饭就去。林小盼，我没跟你开玩笑啊，你没 get 到我的重点吗？不许去。我也没跟你开玩笑。这有什么啊？反正我一会儿去上班，你在家好好给我收拾收拾，充分展现你的收纳才华。 哪都不许去，听见没有？知道了。这个蛮好的，哎，是。 我想打听一下，你们知道周志伟的家吗？哪能会不晓得啦？就是老周家那个留学日本的博士呀。对对对，就是他。你是他什么人？啊，我是他女朋友。哦，都是日本过来的吧？啊，难怪哦，就是像电视里的日本明星哎。我听说博士找了一个漂亮女朋友哎，还不相信？嗯，真好看哎。谢谢阿姨啊。 你们知道他们家在哪儿吗？哎，那不是周家妈妈？忙着呢。周家妈，哎，快点快点，弄媳妇来了。您看看，阿姨好，您就是志伟的妈妈吧？小盼，哎，你是小盼？阿姨好，请多多关照。哎，都是自家人，不要这么鞠躬了啊！哎，快走。 屋里坐，屋里坐啊！哎呀，你看人家媳妇长得又好看，是啊，人又懂礼貌，真好哎。吸气，绷住，好，呼气，转身，再吸气。好了，可以了，小伙子，你看啊。 他这个血液 X 光心电图这些结果都出来了，周先生的身体啊非常健康，没有任何传染疾病，体脂呢是 17.6%， 胸围和头围，包括柔韧性都很好。另外你看这个啊，周先生的智商 141， 情商 136， 相当不错呀。谢谢你啊，医生。啊，没事。对不起啊。 这也是我对付外婆的一个部分，你就当做是入职体检吧，别放在心上。没关系，七月精神。
你长得真好看，比视频里还好看呢。谢谢阿姨。声音也好听，来喝茶。也不晓得你来，也没收拾，你别嫌乱啊。不会。哎，好在今天早上啊，我买了新鲜的河虾，家里还有蹄膀，一会儿烧给你吃啊。阿姨，阿姨真的不用忙，我就是来看看你们，一会儿就走了。哎呀，知伟这孩子呀，他就是藏得住事儿。他要早告诉我你来呀，我就好好准备准备了。阿姨，知伟最近跟你联系的时候有说他在哪儿吗？哎呀，他就在。你看我这记性啊，日本那么多地名，知伟都跟我说了好多遍了，我就是记不住啊。啊，是知伟他爸啊，他睡醒了。这是，志伟没跟你讲过呀？他爸爸得的是间质性肺炎，前几天呀，这突然就感冒了，住了几天医院，那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那天给我吓得呀，我都没了主意，我就给志伟打了电话，志伟也吓坏了。叔叔是上周二住院的吧？是啊，上周二12号那天晚上。哎呦，一想起来我就害怕。好在啊，抢救过来了，现在都好多了。你放心啊，没事的。那我上去看看叔叔吧。好的好的，等一下我给他收拾收拾，然后你陪他聊会儿天，我去给你们烧饭啊。哎，麻烦您了。哎，不麻烦。是天才，能给自己安排，这就是上天的色彩。满怀着忐忑，梦中的无奈，谁都不敢开怀，不如简单去爱。那些人啊，那些光彩，那些日子过得好坏，但在心底释怀。世间的心万物情怀，每个季节安然健在，为民的痛心在期待。醒来是生活，我不是天才，能给自己安排，这就是上天的色彩。满怀着忐忑，梦中的无奈，谁都不敢开怀，不如简单去爱。那些云啊，那些光彩，些日子过得好坏，但在心里释怀。世间的事万物情怀，每个季节安然健在，人民的痛心在期待。